而郑嘉颖和陈凯琳这对情侣巨大的年龄差异一直被外界称之为父女恋，这让八爷很不满，只要有人提起就会一副冷脸。我觉得私人的事情也不用说太多，已经有点过了。不过要小编说，年龄差异都不是问题，重要是演好就够了。不信你看，昨天陈凯琳庆祝24岁生日，八爷挤在一堆90后辣妹当中仿佛也并不突兀，所以八爷不必上火，谈自己的恋爱让别人说去吧。